你刚入职，要尽快适应公司的规矩，知道吗？明白，老板。咱们员工待遇竟然这么好啊！哼，做梦！这片是临时员工工作区，你工位在那儿。啊，这电脑怎么工作啊？哼，闲差，首充60000，几组豪华电脑礼包，这我一个都充不起。那抽个10连抽吧，10000。哎，可以有。大家尽可能多的揽到客户，客户越多奖励越丰厚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嘿嘿。这下胜券在握了。谁能挡我？这棋只有我能吃到。高兴得太早了。敢露头你就输了。老板，我赢了。哎，不错啊，就这奖励呢？好歹升个职啊。哎，我有份奖励已经给你了。段位上铂金就能升职了，加油。